我要做个最出色嘅剑击手，我要比正常人打得更加好。你点知道我喺呢度噶？你放假除咗嚟呢一度，仲会去边啫？都叫咗你唔好嚟接我噶啦，你粗心大细啊！B B 啊 ，B B， 等你出世之后咧，爸爸第一个金牌就送俾你。各位，同你哋介绍，呢位就系你嘅新教练黄瑞基教练。你哋唔使咁开心住，我个 program 系咁 easy。如果你觉得你唔可以做，你出声 ，Don't waste my time。你记得带礼物咯？你由寻晚到而家，连法门都提咗我三次啦，咪喺呢度咯。哦，阿来生日啊嘛，如果唔记得带啊，唔好意思噶。好啦。喂，唔好意思，我中文字好难接，恭喜你啊！嚟啊嚟，过嚟。哦，我都准备。开。点解会咁嘅？今日边系我生日啦？我哋特登帮你搞个预祝会，预祝你比赛冠军。咩比赛啊？我决定派你去 Olympics。预祝未来冠军，饮杯！未来冠军，饮杯！饮杯！有冇尊重过自己？俾啲全心先至会赢。阿兄你点啊？我冇事啊。你快啲去比赛啊！就够钟噶啦。奥运剑击花剑选拔赛立即开始。首先系由右方嘅张伟良对左方嘅李宇森。是等你比赛完之后，俾啲全心先至会赢。等你出世之后咧，爸爸第一个金牌就送俾你。今次靠晒你自己，你同意？阿亮，你系最 top， 我对你好有信心。选拔赛花剑组冠军是由张伟良夺得，而他将会代表香港参加亚特兰大伤残人士奥运会。我做完手术之后咧，就只脚切除咗啦。咁哥当时嘅心情梗系觉得好灰暗啦，爸爸啦、妈咪啦、屋企人啦，佢哋嘅关怀咧，比咩都重要。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同埋咧，松容不迫，努力去争取到好嘅成绩。